路边停车一次 OK， 不过这个停车位好像哪里有点怪。你没有看错，这个车位一次并排停两辆车是绰绰有余。中立龙岗这处路边停车格尺寸足足大了一号，停车技术再差也不用担心停不进去。比较宽啊，比较宽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比较宽？我也不知道哈，他们那个施工所在区公所规划的吧？对啊，比我们一般在我们那个市区里面的是停。蛮宽的啦，蛮宽的哦。对啊，长度是差不多啦，啊，宽度的话是蛮宽的。被民众形容是超佛心停车格，不止汽车车位超大，机车车位也是加倍送。停一辆后面还有一大片空位，前后要停个两辆也不成问题。用卷尺到现场实际测量下，汽车车位长度 5.1 公尺，宽度 3.5 公尺，面积比一般停车格标准多出一倍多，足足可以再停一辆车。机车停车格也一样，机车停好后，后半段还空出一大段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市府为附近民众特别设计的停车格吗？这是临时性的一个做法，配合当地又要施工的需求，又有临近市场又有停车的需求，还有人行空间通道的需求。原来是这个路段已经规划人行道，准备施工，还没施工之前，人行道用地暂时变成了车位用地，因此才会出现超大停车格。未来人行道施工完成后，一切就恢复正常。记者刘志展、邱小倩，桃园报道。